来自新宁山的茶，你这是要宠坏我了？ She approves of your choice of tea. I picked it up on my last visit to your country. I thought you might enjoy it. 谢谢你的心意，不过我不是为茶来的。She says she didn't come for tea. He does not need you to form my words, do you, Wilson? You speak English. I speak many languages. How many? All of them. 而且你也可以讲我的语言，不是吗？你也知道多久了？从一开始就知道了，一个聪明的男人装傻，而一个愚蠢的女人没看出来。ねえ、ノブはあなたも日本語を話して思ったかしら？いや、そうは思わないね。You may leave us.Nobu 对你不太高兴。那个男人从来不对任何人高兴。那倒是。不过，我听说丽兰也一样不高兴。事情在公爵范围内。你觉得我是怎么知道你住在哪儿的 ，Wilson？这是你保存的最好的秘密，不是吗？城堡中的国王，我是通过石鼓预测出来的，在月光下面变出来的吗？不，我之所以会发现，是因为你变得懒散。情绪化，就像俄罗斯人临死前最后的一刻。最近的事情一直不太顺利，我承认，但是我保证，我到这儿啊。不是来从灌木丛中摘花，这是出于礼貌，因为你尊重我。把你的房子收好，否则我就直接跟奴仆和丽兰交易。谢谢你的茶。Get out, sir. If there's anything I can bring. Get out!